一改才刚上路就发生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跟一改有关呢？为什么不早点救我的宝贝？老师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？我们在手术之前有见过面，还记得吗？我想说的是，医护人员真的很不被受尊重。猴哥，你还好吗？高敏仁在哪里啊？他还在当记者吗？周日晚上10点，民视《镜子森林》由裴朵娜粉钻瓶冠名赞助。